阳澄府的这个啊，你们来看，阳澄府有中年的跟晚年的，这个是比较晚年的，变胖了啊。有人说他到上海以后啊，生活的比较好，变胖了。他另外有照片是稍微瘦的的时候啊。你看他这个瀑布，这个刀。是不是一样？这个胯落的，是不是？伟倩，你那个上身会塌下去，这个胯没有落够，这个胯要再松。你看胯落下来，这个裆是不是往外撑的？是不是？他们的腿都不是落地的，一定要撑，一定要撑起来的，啊！你看他的架势，这个你们能看得清吗？啊，这个后退的，后退，你看前膝盖，前膝盖还是往前顶的吧？是不是？前膝盖没有往后退啊？你看他整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往上的？力量是啊，不是往下落，听不懂？因为练到这个年纪，很多东西啊，这些基本的东西是小时候就练，一开始就练的。以前他们在那个基本功的阶段有下过功夫，所以藏不住的。你最后不管是变胖了，还是生病了，还是变老了，还是什么，那些东西是藏不住的，已经在身上了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看这些人的影像跟照片，你看这个云，你看这个云手，这个力量是不是跟上次我们看吴氏那个是不是一样的？哦，这个力量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个力量多直多正，啊，有没有？身子没有偏啊，身子没有偏右啊。上面最大的。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我们要会看，只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是穿的那么宽，你不会看的话，你会疏忽掉。一般学拳的人都在看那个动作，都在看动作，都不看这些地方，晓得吗？我们真正要看这些地方。虽然被裤子挡着，被衣服挡着，可我们要看到那个力量，看到那个力啊。好，晓得了就去加油。